我很讨厌人家叫什么，哎，甜心，什么水哈，还蜂蜜蜂蜜，哈尼。我明明是个人，为什么蜂蜜啊 ？baby 可以 ，baby 也不行啊，满街的 baby， 哪一个是你的 baby 啊？那如果你们俩在床上的时候，他也叫你名字，不是很怪吗？童康好棒。怪了，通康通康通康，看看抓住男人的心有五大 people， 哪五大呢？我们来检验一下，先从五开始。蹭蹭蹭蹭，抓住他的胃，多做美食给他吃，替加班的他准备宵夜。我觉得这个有用啊，这个啊。准备宵夜有用，想回到家最舒服最快乐，但是多做美食给他吃呢，这应该是平常就应该做到的。对对对，那华凤平常会吗？我会啊，我会做。那你可是你们不觉得这是另外一种阴谋吗？就把他喂成猪以后，他就变丑变湿，然后再别的女生就不会喜欢他，没有人会喜欢他。那请问一下你真的是阴谋？请问一下你做菜的时候会穿围裙吗？做菜的时候会放音乐，然后看状况吧，可能不需要穿太多衣服，因为很热啊。哦，对，我也这么觉得。那只穿一件围裙吗？那你可以考虑啊。好热，好热。所以啊，抓住男人的胃，其实不是抓住他真正的胃，是在煮菜的时候有没有？哎，抓住他视觉，那就厉害了，对不对？那你老婆会煮什么给你吃？荷包蛋。烤一个什么热狗肠啦，火烧面，热狗肠，或者是下一碗面啦、啊，火烧面吗？火烧面是什么？你家做菜不是经常火烧？就是那一次啦，下次我也不敢让他做。他会准备一些小菜给你吃吗？对，其实我跟你讲，准备那些小菜都是他自己吃，最后都是他自己吃的。你敢嫌你另外一半做的东西不好吃？哎、欸，说是我不，他做的东西好不好吃？不太敢。他做的东西好不好吃？我那天有吃哦。水准不一啊，你知道吗？有的东西很好吃，有的东西就……他那个豆干炒肉丝还不错啦。你是那个口味的是吧？你老婆帮你煮宵夜的时候，你会尽量点说他拿手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回家前。对对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讲，他拿手有什么？烤热狗肠。好好吃哦，你不知道、啊？那你敢吃什么？我觉得东西做出来不好吃。不给。避孕翻出的味道，香菜呀！你懂什么？你本香鸟？不会讲，不敢，不敢，不敢。那难吃的话你怎么办？难吃的话，就是说，哎，怎么突然不太饿？看电视吧。我跟你讲，这样不行，这样太难吃啊！难吃，我今天在外面吃不到什么怪东西，肚子好难过。你先吃。没有，我有一招，会说，哎，你吃吃看，今天有点怪怪的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他说，哦，是有点怪怪的。先让他自己说，不要你说。对对对，我建议他，你吃吃看今天这个怎么样？他说吃，哎，怎么今天是怪怪的？这不要吃，这不要吃，他就很主动退下。哎，这个很重要，制造新鲜感哦。偶尔上餐厅吃饭，改变造型，不时送些小礼物。这个我觉得，对我来讲啊，不时送点小礼物，这个哇塞，这个很打中的，是吧？我是觉得改变造型。你要知道，改变造型，你这个色情的家伙，不是你需要一点这样的情绪。也对了，花凤姐常常会制造一些疯狂的造型。你自己什么时候？我不会问别人什么。就比如说那个睡前的话，其实偶尔改变造型还不错啦，不要每天就穿那个大睡衣、大睡裤，那样会蛮枯燥乏味，对不对？嗯，对啊。改变造型很重要，蓬头垢面、大睡衣、大睡裤训。照顾生活起居，帮他缴账单、买衣服，分享生活的心情。缴账单就不必了吧？这个也还因为钱还是我们的，你放心。平常可能是我们自己去缴，然后尤其是工作很忙的时候啊，会觉得这些繁琐的事情真的很烦。那如果你一回来啊，他全部帮你处理好了，你会觉得很轻松。帮他缴账单，其实这个是一种贴心的行为。对对，买衣服。我个人是不赞成，对，我也觉得算了，没关系啦。对，女人很爱买衣服给男人，对不对？可是他们都没有想到说，其实我们拿回来不会穿的。会吗？我觉得会造成一个尴尬的现象。不穿也不是。对，然后你不喜欢，然后又不能讲，然后又要穿，
那就是一个浪费的行为。那就表示送的人太笨啊，他一定要先观察好，说这男的适合什么衣服，他平常穿的是什么。并不是每一个女孩子都像你一样代理品牌啊，有 sense。不是，还有一种女人是怎么样？她看你平常都穿这样，对，她就想，啊，我来帮她改变一个造型好了。一买回来我们大家，啊，记啊，你别这啊，啊，你可以这样做 double。买衣服真的是不理想，对，千万不要买衣服。那就买内裤好了。内裤倒可以，内裤有的时候你们会买一些花样，我们也罩不住，对不对？以为爱心很可爱，我们穿着就很想吐。第二项，让男人有面子，这一定要做到。被他带出门必定打扮，在外面必定让他不时撒娇又体贴。哎呀，我跟你讲，总归一句话，跟男人出去就点点的丢了，这样的话男人会比较好过一点。对不对？你们觉得呢？首先看，我不觉得耶，就是你必须还是要有声音，要不然人家觉得你带一个哑巴出来啊，你还是要有声音啊。可是就是，尤其他的朋友越多的时候，你就要越塞奶哦，然后越让他讲什么你都好，好像你是天，你是我的神，然后越伺候这样子，对，你不要有负担了，对，啊，放轻松，撒娇，中文，对。哎，笑什么？撒个娇来、啊！这样还真不会撒。安全的状况下工作，对不对？因为肥子比较有安全感。不是，因为他之前的男朋友差不多就是这么肥。好，预备，预备，预备，开始。接一下，接一下，我一定会，一定，那要不然就是手肘开，那个脚都会这样子。真的？一定会这样，一定会粘在他，像无尾熊一样粘在他身上。哦，哎呦。好，有没有成功？小刚这一招是要成功了，成功了。哦，是这样撒娇的。其实这个时候啊，男人也会很面子，因为华凤漂亮嘛，哇，这么漂亮黏着我，开玩笑，我是何等男子啊，何等奇男子才有这种遭遇啊，对不对？让其他朋友越想吐越好。可是为什么每次我要接近在别人面前要接近我老婆的时候，我老婆都会说像呢？是吗？对啊，像了你。哎，其实那男孩子对女孩子这样讲就不行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男孩子这样贴女孩子就不行，女孩子可以贴。不是我的意思说，你今天这样叫老婆像嘛，她一定翻脸。哦，对对对。可是我们不会，对不对？如果女孩子对我们这样讲，没关系。对，还有一个就是，请问一下，你都怎么样叫你的男朋友？就宝贝之类 ，baby 之类的。我很讨厌人家叫什么，哎，甜心，什么 sweetheart， 太蜂蜜。哈尼，我明明是个人，我是个蜂蜜啊 ！baby 可以 ，baby 也不行啊！满街的 baby， 哪一个是你的 baby 啊？那如果你们俩在床上的时候，他也叫你名字，不是很怪吗？童康好棒，怪，童康，童康，童康，性生活协调，角色扮演，哦耶，穿情趣内衣，哦耶，变装，变换场所，变换场所，哦耶。性生活协调，其实抓住男人心，其实我觉得这个大概在65分，比例占这么高，这么高。男人会去外面偷吃，都是因为他有过多的精力。那为什么会有过多的精力呢？就是因为性生活不协调，吃干抹净是一定要的。对，你绝对不要让他精力旺盛。哦，所以说你要做一个榨汁机。不是没有那么夸张啦，但是至少让他觉得每天心情很愉快嘛，因为人家也不见得天天都可以配合你啊。所以女人常讲我们男人是下半身思考，当你把他搞到下半身不能思考的时候，不就没事了吗？所以呢，性生活一定要协调，对不对？弄到最后，老公每天出门都是扔他，上班。